擦的还挺干净的，多多，嗯，把高一家借点钱。哎，你捡面了？啊，对。哎，一点点就行了，拿那么多。给你吧，正好今天新买的。哎呀，这俩成天说钓鱼，到现在一条也没钓回来。 哎呦，妈，大姨来了！哎，快叫大姨，叫大姨，叫大姨！太好了，饭一会儿就好了，一会儿就在这儿吃饭啊！哎哎，你们在这儿买苹果呢，去吃吧。又是吧？来来来，行行行行，哎，赶快坐公课啊！来，大宝来帮妈。你爸呢？在聊天聊女人呢。哎哎哎哎哎，我听见了啊！瞎说什么呢？瞎说。 这么撩女人的小孩懂啥？不对，有本事别回来吃饭呀，在人家家吃呀。说什么话呢？这是你当着孩子的儿子是？哎，动筷子。你说我说什么呢？吧台大叫都请不来吃饭。来来来，拿开。干嘛非等我呀？你吃着不就行了吗？这是不是你家呀？行，你说一声以后不等你，我就不留你这双筷子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。 不就是晚回来一会儿吗？发愣个大的脾气，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你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来，吃饭。来，嗯，谢谢爸爸。我好不容易炖的鸡，你自己都盛一点啊。好好好。我就是跟大庄说了点工作上的事儿。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，你现在有句实话吗？ 日子怎么过得够够？妈，这下你高兴了吧？小屁孩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啊，弄得大伙都不高兴了，你就高兴了？全让你妈给惯了！我跟你说，去跟你妈走，跟你妈走啊！行了行了，那冲什么孩子？爸，你别生气了，来吃吃。 兰妈，嗯，就吃完饭了，陪奶奶到王奶奶家去拿个鞋样，好吧？奶奶，你让他陪你去吧，我一会儿还要赴去公课呢。奶奶别叫我啊，我有要个活动，我们赶紧走。这，大宝，你陪奶奶去，扶着奶奶啊。进来吧，奶奶要有礼貌啊。进来了。来，过来吃饭呢，还在那干嘛？快去把书放下。哎呀，洗过了，洗完了。饿死了。哎，这不是。 等着，你把我的车钥匙要走了，说去办点事儿，干嘛去了呀？明明知道一家人都等着他吃饭呢。大姨，嗨，能干嘛呀？甭管他了，咱吃咱们的。你说现在天天一天到晚不着家，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，这一身臭毛病跟谁学的？妈呀，他那个大的女娃子了，总是有点事情噻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 豆豆，见到你大姐了吗？我大姐苏文说昨天晚上压根没回去。啊，没回宿舍？嗯。她家也不在，宿舍也不回，她去干嘛去了呀？我哪知道啊？昨天晚上你在外边过夜了呗。祝你生日快乐。 你是干什么？啊！闫妮，你把包袱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！你给我坐这儿。你要走可以，啊，咱把话说清楚了，我们让你走，好不好？坐。来，你们爹俩上你妈屋去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来来来来来，米饭，米饭，来。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啊。 嚯！怎么了？烫着了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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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
憋了一辈子的冤屈，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你儿子身上，来圆你的当官的梦。我奶奶说了，我爸爸就是文曲星。什么叫文曲星啊？我怎么没看出来？你是肉眼凡胎，哪个看得出来哟？大宝他爸爸呀，比大宝还小的时候，就有个大师给他看过相，说他有官相，哎，是大富大贵的命。嗯，真的呀？哎，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？那大师有没有说你哪年哪月升官发财啊？行了行了，妈，赶紧吃饭，别宣扬这封建迷信了啊！快吃。跟你说了也没得用，你也帮不上忙。爸，嗯，您去分厂当什么呀？嗨，调令还没下来呢，我哪知道干什么呀？随便啷个说也应该是个厂长哎，新厂的建制啊，就是个处级，跟大车间是平级的耶。妈，你才是文曲星投胎呢，您这官场上的事儿门儿清，无师自通。嘿，那当然，我天天看报纸的嘛。哎，你们那个新厂里头有很多熟人吧？听说前楼的那个老张啊或老赵他们都要去，你们是一配的吧？这个新厂啊，肯定要抽很多老厂的技术骨干，不一定能碰上谁呢。嗯，没准儿啊，能碰到一些什么老同学呀、老同事啊。就是你爸呀，那个认识很多那个什么苏雅呀、卓拉呀什么。嗯，什么什么苏雅、卓拉。嗯，苏雅、卓拉不是苏联人吗？爸，你有苏联朋友啦？听你妈胡说，赶紧吃饭。关系特好，可亲近了。爸，你真了不起，还有国外朋友。我要吃饭。大宝，快点快点，你爸起来了啊！啊！我爸怎么老哎，你别废话，快点啊！出来出来，爸爸起来了啊，大宝来了，快。说什么呢？来，赶紧洗手洗手吃饭，去去去洗手去。你是干嘛呀你？上厕所啊？你爸在里面呢。怎么又是我爸呀？爸，你嚷嚷什么？跟你说你爸在里头呢。妈，我发现半年您对我爸特殷勤特巴结，我爸又不升您官儿。你干嘛呀？你再说你，哎呀，就像做了啥子亏心事一样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快点先吃饭来。没有说啥子。哎呀，我看呀，你说，大宝他爸原来跟我啊老是吵吵吵的，你也说我们，我们现在不吵了，您又说，您到底什么意思呀？我来嘛，我一来你们就吵吵吵。现在不吵了，我还不习惯了。来吃饭吧。啊，不吃了。来，把这单录上去。心情不好，当然胃口就不好了。我不吃。妈妈，姐姐在吃泡泡糖，我也想要。多多，啊，给弟弟点泡泡糖。我凭什么给他吃啊？正是拿小人树跟人家换的。他要吃也行，他给我钱，我就给他。钱钱钱，你就知道钱，跟弟弟都那么计较啊啊！那他有什么好的想过我呀？就不给。你那小人书还是我妈给我买的呢，你赔我小人书就不赔。不吵不吵，妈妈给你想得美。你回来了。
豆豆。妈，你可回来了，一会儿赶紧给我收拾收拾房间吧，可乱了。真是够乱的。嗯。哎，功课复习怎么样了呀？哎，妈，我这几个月都进步了。真的？嗯，这家里边别提多安静了。什么意思呀？不欢迎我们回来呀？不是，谁让你跟我爸总吵架的？烦了。哎，豆豆，嗯，明年就要高考了啊，你平时学习成绩不太好，现在抓紧还来得及，咱们好好复习啊，争取考个比你二姐还好的学校啊。来，大宝大宝，别玩了，做功课，别影响姐姐复习功课啊。来，好日子又到头了。一次，别卡着喉咙啊。嗯，用大刺还好吗？小刺要小心啊。哎，豆豆，嗯，把这鱼头吃了。对，你说吃哪补哪，你现在正好是用脑的时候。接着接着接着，加强营养。哎，大志啊，哎，嗯，我那夹不到这个豌豆苗，你给他弄点。哎哎哎，豆苗，豆芽吃，好吃，是你喜欢吃的味道。够了，够了，啊。来，这个做的也挺好吃的，你尝尝。苦恼人的笑，去去去，边待着去。